减速师，情同姐妹的 Cindy 愿用聆听一时间也献上关心。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得非常突然，我相信大家都惊吓到了。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就是，给 Laura 跟他家人一些空间，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处理一些家事。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 Laura 曾和 Cindy 一样，都为周杰伦旗下的爱将，两人姐妹情深，合作默契相当的好。Laura 之前还为 Cindy 写歌，姐妹俩感情相当深厚。为你流的眼泪太多，像是在潜水里生活。虽然妈妈的离开带给 Laura 很大的打击，但坚强的她强忍丧母之痛，五号将出席活动。今夜的精神让人感到更加的不舍。优酷全娱乐 ，Laura 加油，粉丝们都会为你集气的。台北报道。姐妹的 Cindy 愿用聆听一时间也献上关心。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得非常突然，我相信大家都惊吓到了。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做的就是，给 Laura 跟他家人一些空间，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处理一些家事。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Laura 曾和 Cindy 一样，都为周杰伦旗下的爱将，两人姐妹情深，合作默契相当的好。Laura 之前还为 Cindy 写歌，姐妹俩感情相当深厚。为你流的眼泪太多，像是在潜水里生活。虽然妈妈的离开带给 Laura 很大的打击，但坚强的她强忍丧母之痛。五号将出席活动，今夜的精神让人感到更加的不舍。优酷全娱乐 ，Laura 加油，粉丝们都会为你集气的。台北报道。